院里是有你这样的助手，真的是好福气啊！不知道这样的福气，什么时候也能眷顾眷顾我哟！哈哈哈！王曾，您说笑了。小朱，我真的没开玩笑，我真的希望你。 能考虑考虑。王总用我的话，您不会担心吗？嗯，这有什么担心的？王总会用抛弃旧主的人。哎，有句话说得好，鱼逐水草而居，鸟则良木而栖，这是大自然的规律。我们为什么要逆天而行呢？ 这不叫抛弃旧主，而叫顺势而为。王总说的，好像很有道理。哼，那当然，我看人一向很准的。那王总，您觉得我是什么样的人？你记着，你跟别人不一样。 现在快把我上次调查注解那个资料再给我发一份，马上。林总，有事吗？ 你跟王总什么关系？我跟王总什么关系？好像不需要跟您汇报吧。当然要跟我汇报了。我是你的老板，王总是我们公司的重要合作伙伴，而你是我的员工。我希望你能摆正自己的位置。林总，这话我就听不懂了。这些好像都属于我的私人生活问题，跟工作没什么关系吧？ 可是，当你所谓的私人生活有可能影响到我公司利益的时候，我就不可能不管。你说，如果这些事情让任天宇知道了，会作何感想啊？林总，您这就多虑了。任律他对我的私人生活没什么兴趣。倒是林总你，这么追问我跟王总的关系。 你就不怕王总知道了以后会生气吗？我还有事情先忙，先走了。如果找到相关的证据，证明你泄露了九泰集团的隐私。 律师协会将会终止你的会员权利。任律师，还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吗？如果你们找到证据，我愿意接受律协的一切处罚。但是我还是那句话，我没有理由这么做。刚到他们公司就把他们公司的竞标底价泄露出去，这不等于搬起石头来砸自己的脚吗？况且，如果我真的这么做了，我的账户应该会多出一大笔钱。 你们可以去查我所有的账户，有多出一分来路不明的钱吗？所以说，我没有理由，也没有动机这么做。没有是最好。放心吧，事情我都问过了，目前的情况他们不敢把你怎么样。谢谢啊。那你是不是考虑留下来帮我了？ 现在是你在帮我。只要你需要，我永远都在。天宇啊，咱俩认识也快10年了吧？嗯。
相信我吗？当然了。那祝锦呢？祝锦怎么了？他好像跟王达有关系。这很正常呀，你跟王达也有关系啊。这是两码事儿，我没有在跟你开玩笑，你就不怀疑吗？这件事情万一是他做的呢？不可能。怎么不可能？他没有理由这么做。也许只是因为你不知道理由而已，你就是这么容易轻信别人。你想啊，他这么亲近你，你的所有秘密他都知道，他要想害你太容易了。林总，还有事儿吗？没了。喂，白总。任律啊，我的案子也不是很着急，像我这样的小案子呢，你也瞧不上的，就不耽误你时间了。我明白你意思。回头啊，我让我助理把钱退给你。你好，张总。没关系，我们解约好了。再见。范静，医生怎么说？手术很成功，只是老人的肾功能延迟恢复，需要再观察观察。延迟恢复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过渡阶段，只要规律透析就没什么问题。这是咱们成为员额检察官之后的第一个案子，你们说这还算是个圆满的交代吧？算吧，能争取的我们已经为廖海生争取到了，现在老人家的状态也挺稳定的。但我总觉得我们做的还不够。你做的已经够好了。也不知道是谁帮老人交了钱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真想当面的感谢他一下。是啊，这么大一笔费用，如果不是有人帮交了，廖海生在有生之年很难再见到他的母亲。如果一开始就有人帮他，就没那么多事儿了。是啊。哎，我想联系一下慈善家，成立一个基金会，这样啊，我们就可以挽救更多需要帮助的人。我和姚真说过这件事儿，他听完之后啊，他也想成立一个基金会，去帮助更多的家庭呢、啊。姚真真是这么说的？是啊，特别认真。不愧是我的好真真。白小黎，你可真的是捡到宝了啊！是我的真真。哇，你家好大啊！啊，还好吧。叔叔你好，我叫潘小迪，今年28岁，新州市本地人，我是一名检察官，我是一个独生子女，您可以叫我小潘或者小迪或者潘小迪都可以。好，那我就叫你小潘。小潘，小潘也挺好的。爸，我妈呢？你妈不是知道今天你有客人来，所以一大早啊就带着张妈去大采购了，说是要亲自下厨。阿姨真的是太客气了。对了，叔叔，我给您和阿姨也准备了礼物，要不您试试？哎呦，哦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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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怎么样？哎呦。力度可以吧？可以。哎呦，对了，叔叔啊，我还给您和阿姨啊买了这个艾灸棒，你们要每天使用，对身体特别好。我给我父母啊也买了这个，他们用过之后啊都不怎么生病了。哎呦，这小潘这孩子真不错，我喜欢。哎，我说真正啊，以后你对小潘好一点啊，别老欺负人家。切，不知道刚刚谁板着脸。脸都快掉地上了！别奶糊，不该提奶糊，谁板着脸了？哼，你还不承认？刚刚就是你板着脸，好像谁欠你钱似的。你怎么说话呢？啊！啊，小潘啊，你别在意，这丫头啊，都让我惯坏了。姚真，你
怎么跟你爸说话呢？太没礼貌了，赶快道歉。嗯，好吧，对不起啊，爸爸。你这丫头从小到大都不认错，真是一物降一物啊。爸，怎么了？小潘儿不错，你看这孩子耿直啊，诚实，还有正义感。叔叔，您过奖了。哎，没过奖，没过奖，一点都没过奖。我也很有正义感，爸。啊，前几天刚捐了50万呢。既然你这么喜欢正义感，要不我成立一个慈善基金会，我成立，你出钱，怎么样，爸？不怎么样，你呀，还是老老实实的，把中医给我管理好就行了。为什么呀？基金会可以救很多人呢，多有意义呀，是吧，小林林？啊，哦，对呀，叔叔啊，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。既然小潘说好，那一定就是有意义的事情，就这么定了啊！基金会马上落实。小潘，叔叔这态度你满意吧？爸。啊，你别把我们家小黎黎给吓着了。哎呦，这事交给我。基金会成立之后，你把你的合作伙伴都一起叫来。哦，还有你们检察院的领导都一起叫来。啊，那检察院的领导不一定都有时间。那就把有时间的都一起叫来。好，没问题。海音，叶泽，感情不是补偿，你是因为爱我才跟我在一起吗？还是因为想给可儿找一个妈妈，想有一个完整的家庭，习惯有我在身边。你笑什么？因为一见到你我就开心啊。你弄得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见到我你难道不开心吗？开心啊。你一点都没变。你才走了几个月而已啊。但我感觉像过了好几年一样。是不是在国外拍戏太辛苦，一直熬着？应该是吧。那你一定很有收获，不再怕了吧？一开始还是怕的，但我不想让你失望，所以就没有再怕了。怎么会呢？因为我想在你看不到的地方拼命狼狈，才能在你面前不慌不忙。看来你做到了。我以为我做到了，但是一见到你我就有种功亏一篑的感觉，在所有人面前，我都可以做到镇定自若，但在你面前，我还是怕了。我有那么可怕吗？有，你看，我都出汗了。你有男朋友了？没有，但是我不想随便打乱自己的节奏。那如果有一个人跟你有相同的节奏，你愿意重新开始吗？
你想到的不是我。还能不能好好聊天了？能。我在国外的时候啊，我吃了好多好吃的，可是没有我们一起去吃烧烤的那次好吃。学校门口那家？嗯，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再一起去。以后我可以带你去其他的店，也挺好吃的。你还记得我给你唱的那首歌吗？为你琉璃。嗯，为你琉璃。我记得呀，很好听。你一定要去。我把为你琉璃重新编曲了。重新编曲？嗯，在国外的时候重新编的曲。我争取去。好，我等你。你长大了。这句话可太伤人了，你赶紧收回去，我不接受。叶泽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曾那么坚定地喜欢我，因为是你让我相信，由爱情带来的高度幸福的人生是可能的。把曾去掉，这句话依然成立。谢谢你啊，谢谢你能听懂我的歌。那是你写的好。凯音，我可以说我好想你吗？不可以。我不管，反正我已经输了。山谷，如果没有你，我会流向何处？或许流入。你跟我想象中不太一样。那我让您失望了。我相信我自己看到。而我却宁愿在你温柔的颈间干枯。流浪吧，在你温柔的怀里。我喜欢的就是你，于凯音，这一点你不用怀疑。无尽的远行，离开吧，带你去我的梦里。人都是带着回忆前行的，如何跟回忆相处很重要。他决定了你如何前行。只愿为你流离，凯音，我给你留了前排最好的位置，我等你。你就是我的溪流，如果没有你，我只是荒芜的沙丘。流浪吧，在你温柔的怀里，我愿自由的翻山越岭。我只愿，只愿为你流离。哎，你说。嗯，有情况。
嫁给我吧。先生，哎，菜都上齐了。哎，好好好，你们慢慢用餐，没啥事儿，我先回去了。行行行，辛苦了啊。不辛苦。哎呀，江检察官同志，开饭喽！来了来了来了，爸，你这喊的也太夸张了吧？哎，怎么夸张了？我当然得喊了，我得让全世界的人民都知道，我女儿成为了一名光荣的检察官。哎。检察官妈妈，开饭了！你的检察官女儿都快饿坏了啊！哎呀，来了来了，别叫！哎呦，哎呀，来，赶快坐坐坐，夫人。嗯，今儿个高兴，必须得喝点啊，咱们庆祝一下。哎，这样，我们先欢迎领导发言，好不好？领导发言，发发言啊。首先呢，祝贺我的宝贝女儿如愿当了检察官。妈妈原先呢认为你吃不了这苦，坚持不下去，没想到我错了。这有一句话说得挺好的啊，这人类之所以会进步，就是下一代不怎么听上一代的话啊。妈，你变幽默了。我变幽默了，哼，我是被你逼的，没辙。来来来，干杯干杯。嘿嘿嘿，妈，你干了。我还没说话呢。行，爸爸也说两句啊。祝贺我亲爱的女儿当上了光荣的员额检察官。你是爸爸妈妈的骄傲和光荣啊。来，干杯。希望再接再厉哦。谢谢老爸跟妈妈的鼓励，以后我会加油不听话的。把这个拿过去吧。妈，你吃啊。哦，你怎么了？好像有心事似的。我一直在想吧，我大概真的是老了，判断总是失误。妈，你判断没有错。正是因为你当初那么阻止我，所以我才有努力下去的动力。跟我作对，就是你的动力。妈，你到底怎么了？没事儿。别装了。文静，我想，我不得不跟你说，可能你不知道，
袁天宇把我们竞标底价透露给了王达，我们溜标了。不会吧？怎么会不会呢？我还收到了别人的证据呢。证据？什么证据啊？他要跟王达那波人的照片。我总是认为没有空穴来风的，他一定是有问题的。现在想一想，当初他来见我的时候，目标明确，条理清楚，就像一切都准备好了一样，他的目的一定不单纯。哎呀，这个是不是你太敏感了？敏感就对了，我就是太迟钝了。对，我同意。啊，同意什么？他当初就是故意接近我，故意接近我们九泰集团，这是他亲口跟我说的。亲口跟你说的？怎么回事？他说这一切都是为了他的商业计划，所以才故意接近我，故意接近我们家。就连一年前突然不告而别，也是在他的商业计划之中的。这个混蛋，你怎么不早告诉我？我骂他骂得太轻了，他应该给我们个说法。你别着急，别着急，你听女儿说完嘛。虽然我知道他骗我，但是我怕你们担心，就没有告诉你们。毕竟他还是一个好的律师，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他会对我们家做出这种事。他跟我们之间有什么仇啊？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是啊，他到底是怎么想的？这也说不通啊。这有什么说不通的？就为了利益，更高的利益，可以不择手段，见高踩低。反正我以后跟他也不会有什么瓜葛了。算了算了，哎，不说他了啊，菜都凉了，来来来，吃菜吃菜。妈妈，对不起啊，要不是因为我，你们就不会认识他，也不会发生接下来的事情。哎呦，这怎么能怪你呢，女儿啊？这世上最难防的，那就是小人之心。我必须好好教训教训这个任天宇。行了行了，今儿个是大喜的日子，咱们不说他了啊，我们应该高兴。来来来，干杯干杯！对对对，从今往后我们家不会再出现任天宇这个名字了。来来，干一杯干一杯！来，闺女，来来来来，来来来。过呢，别再想任天宇的事情了，家里的事也不用你操心，我们都会处理好的。你是个检察官，以后免不了跟他打交道，你要这样下去的话，会失控的。以后呢，有什么事情就和我们说。你虽然不愿意按照家里安排的路走，但也并不代表着你遇到什么事情我们就不帮你了呀。文静啊，你比我们想象的坚强。当初你选择检察官的时候，我和你爸都认为你一定坚持不下去的，毕竟那不是个轻松的工作。我还和你爸打赌说他肯定撑不过一年，结果呢，你给了我们大大的一个惊讶。我
我的文静长大了，但是长大并不意味着什么事情都要你自己扛啊。你记住，不管遇到什么事情，家是你最坚实的后盾。海生母亲的费用已经结清了，这是银行的明细。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帮廖海生付这么大一笔钱。这是江文静当上原额检察官负责的第一个案子。你是想帮他？帮别人也等于帮自己吗？江文静是真舍得啊，你为他做这些他都不知道，知道吗？我做这些不是为了让他知道的。上次是我说话态度不好，以后我会注意修正我自己的态度。对不起，我自罚一杯。行了，吃饭吧。好，吃饭，吃饭啊。喂，最近你找机会把任天宇开了 ，CBD 计划显然用不上他了。中艺集团的并购项目，我这边也找了其他的人做法律顾问。任天宇的口碑太差了，不能跟我的项目有任何关系。他已经接手了别的项目，我们也用不着开除他吧？不要任性。不是我任性，我是觉得如果再开除人家，我们做的就太不合适了。从头到尾他什么都没有做错，可是我要开除人家，难道我们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怕他知道吗？王总，微微说的也对，现在贸然开除他确实不太好，有点落井下石的感觉，要不过段时间再……那你就把他盯紧了。从今天开始，他的一举一动，你都跟我汇报。知道了。不是，我就不明白了，你们到底为什么？为什么突然让我把任天宇赶出这个项目啊？我怎么跟他解释啊？哎呀，你随便找个理由应付一下不就得了？你相信舅舅，王总是对的。对，他是对的，他就从来没错过。他可是你亲生父亲，别跟他对着干。我没有对着跟他干，但是我要把任天宇赶出中艺的并购项目。我总要知道为什么吧，我总要知道怎么跟人家解释吧。你们为什么突然这么怕他？这个你就不用问了，反正任天宇你是保不住的。王总的手段比你知道的还要高明，还要残忍，包括你和我都是他眼中的棋子。反正这事儿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开口，要说
你去找任天宇说吧。哎呀，博文刚出事儿，你就别给我添乱了，好吧？博文出事儿了？他不是在国外待得好好的吗？生病了，没事。总之，王总说什么你就做什么，胳膊拧不过大腿，千万别跟他较劲，知道吗？来的正好，中艺集团的项目呢，我有几个新的想法想跟你讲。我最近律所的事情有点多，压力特别的大，我想说有好几个案子需要你帮我，所以中艺集团这个案子你可不可以先放一放，等事后如果这个案子再需要你的时候你可以再。可以啊，没问题。你可别多想啊，就是因为你最近事情太多了，中艺这个案子如果你放下呢，我觉得对你是有好处的，你可以休息一下呀。我说了可以。嗯，还有什么事吗？没了，那我先出去了。你要找的人找到了。雷总的生活还真是奢华呀。好酒啊。咱们也别说什么好酒不好酒了，言归正传吧。我听说你一直通过各种渠道找我，你想干什么？好，那我就有话直说了。雷总现在奢华的生活，难道不是拿十几年前那个小小审计员的死换来的吗？真的是他的儿子？我还以为你死了。都这种时候了，你还敢来见我？这种时候怎么了？他们把我挤出九泰，踢出了中艺的项目，刚刚好啊。我有时间忙正事儿了。哼，你倒是挺坦诚。所以你回国根本就不是为了什么 CBD 的计划。对，我是为了接近吴艺景。接近吴艺景？你那是与虎谋皮。我知道你跟吴艺景称兄道弟，所以最开始我根本没打算见，直到后来你那个助理三番两次来找我，我才发现你们两个不一样，你跟他根本就不是一条心，对吧？如果他们知道你回来的真实目的，你觉得他们会放过你吗？当年你父亲是怎么被……这个我就不用多说了吧，所以我等不了了，我必须速战速决。你打算怎么战？你有什么能跟他们抗衡的？我有你啊，你会帮我的。我为什么要帮你？以你对王达的了解，你能独善其身吗？你有多大的把握？在我来之前，雷总就应该已经了解了我的为人和行事作风了。而我现在想知道的，是你掌握了多少。起初，这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融资项目，
后来怎么发展成这样，我不知道。等我感到害怕，想退出这个项目的时候，你父亲出事了。你想要退出这个项目，是因为你知道了什么秘密吗？当初我只是个会计，我发现的肯定没有你父亲知道的多，不过就是一些假账之类的，估计现在也没什么用，毕竟都过去这么多年了，也过了追诉期。那就要看谁查了。一剑劈开黑暗，飞剑无视我勾唇的宣判，泪腺轰炸心脏，盼望雨过太阳，为杀走恶兽放手一战。听欲望在叫嚷，心内乱，冲撞邪恶的锋芒，一路杀，仗义心下，永远不投降。我听到正义时候下巨浪，破无语迷团，让恶魔胆寒。我不怕，不哭，不退让，对所有的魑魅魍魉宣战。心别忘，万分之一的希望，这世上善恶参半，心境谁擦亮。我听到正义时候像巨浪，破无语迷团，让恶魔胆寒。我不怕，不哭，不退让，对所有的魑魅